有香港四大才子之称，现年83岁的食评家蔡澜近嚟积极更新社交平台，最近佢喺新影片入面讲到生死。可以走嘅人始终会走嘅，你太挂住佢啦，就等于你捉走佢嘅灵魂啦，你唔放手佢都唔走。佢又提到另一位才子好友王占，蔡澜话占叔生前有个怪癖，佢唔中意喺自己屋企冲凉。去到朋友的家就是啊，我可不可以在你这里冲个凉，那我们当然说得啦，你不是冲咯。冲完凉就跟我老婆说，阿嫂啊，你真是不好意思啦，又你打扰你。不如这样，我作一首曲给你啦，就签了一张作阿王占欠蔡澜大嫂。一首歌到佢死之前，我有一答啊，都系佢写嘅借据。后来一首都冇写，一首都冇写。